近日 ，Redmi 红米手机官方再次预热新机，这次是墨绿色 Redmi Note 8 Pro 的背部细节，并介绍了红米 Note 8 Pro 防 BOSS 游戏天线。大家看看这设计有没有点 OV 的感觉呢？总体来说，背部颜值不俗，墨绿色应该是今年的流行色了。不知道真机是不是还这么好看呀？此外，小米也发布视频展示了 Redmi Note 8 Pro 正面外观，采用水滴屏设计，配备 3.5 毫米耳机孔和 Type-C 接口。不过黑边控制的应该是一般般，同时该机支持红外遥控。好了，大家还是猜猜8月29日的发布价格吧，联发科处理器估计卖不上价啊。